今天我们介绍这个运控球，运控球有很多种啊。我们以前学过的直线运控球，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这个变向运控球，通过用外脚步的变向来控制球。大家看看啊，哎，变向，自身脚移过来，左脚变向，右脚变向，自身脚移过来，右脚变向，哎，左脚变向，哎，右脚变向，左脚变向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说足球是要讲究这个脚步的移动的。脚步的移动非常重要，脚步要灵活。我们再看看啊，这个当用右脚外脚变向的时候，左脚一定自身脚要移开，哎，右脚变向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变向，哎，变向要移开，看到没有？自身脚移开，变向。我们现在做个连贯的啊，这是我们一种练习形式，但是在别的中也可能会用到啊。大家看看啊，外脚变向啊，哎。变向，自身脚移过来，变向，变向，哎，变向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我重心，自身脚的位置，重心的移动，脚步的移动，重心的移动，还有自身脚的位置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OK，下面再介绍一种这个运控球中的这个脚底托球变向带球，啊，这也是我们比赛中常见的一个动作，大家看看先做做示范啊，看到没有？带球，右脚脚底托球，外脚拨球。左脚脚底托球，外脚拨球，托球，拨球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托球，拨球。大家看看啊，如果右脚外脚被推球的时候，左脚自身脚一定在前面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大家来，看到没有？托球回来，变向，右脚也是这样，自身脚在球的前面去拖过来，再变向。这个拖过来的动作是避免对方去抢球，把球拖过来。他够不着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来完整做一次啊。看到啊，脚底托球，外脚的变向啊。大家看看啊，哎呀，带球，外脚被托起，托球，看到没有？脚底托球，变向，托球，变向，托球，变向，哎，托球，变向，托球，变向，看清楚了吧？今天我们介绍一种最常见的这个曲线带球的方法。就是我们讲过直线带球，现在我们要变向带球，这是俗称叫一里一外，它是脚背内侧向内拨，脚背外侧变向，脚背内侧向内，外侧变向。大家看看我做的示范啊，大家注意观察，作为支撑脚，它是在什么位置？支撑脚跟上了以后，身体的重心才可以便于我们方便的移动。大家看我的支撑脚啊，移动移动，支撑脚移过来，支撑脚。移过来，看到没有？支撑脚移过来，看到没有？支撑脚。所以说，支撑脚的移动对重心的移动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我完整的做一下啊，我们完整做快一点，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动作是在足球比赛中最常见的动作啊。大家把球连起来，对方抢不到球。大家看看我啊，看到啊，里外里外里外，看到没有？一里外一里外，球连在脚上，看到没有？里外。咦，喂，我看看。同学们，下面我们开始做这个运控球的变向练习啊。我们会有几种形式，这个刚才老师也做了些示范啊。我们现在大家成纵队跟着练啊，跟着练。那个前面同学先开始来，在前面，你们两个哑猴，他们在中间。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从这开始，从这开始。第一个就是外侧的变向啊，外脚背变向，大家注意看看，一定要注意看看脚步的移动和重心的控制。来，走走，大家看看，哎，对，很好，移动移动，对，重心的控制，走，第二个跟着，第二个跟着，对，很好，从那后面回来，慢一点，慢点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很好，步子不要乱啊，步伐不要乱，对对对，下一个，走走走，重心的控制，脚步的移动。不要凌乱，步伐不要凌乱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OK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注意，注意，好，注意外侧的变向练习，脚背外侧变向练习，带球变向带球练习，走走，很好。注意重心，重心步伐移动，对，动作慢一点可以啊，把动作做出来，很好，很好，动作可以做出来，很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别着急，慢一点，对，控制好重心。控制好重心，很好，很好，
控制好重心，别着急，慢点。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看到没有？很好啊，非常好非常好，控制好重心，很好很好很好。好，同学们，所谓的足球练习，它是熟能生巧，大家记住，重复是完美的前提。第一次做不好不要紧，大家反复做啊，反复做。我们大家一个个来啊，等一个做一个做完那个再跟第二个，啊，尽可能的摆腹的方向大一点，到那个桶那去，两边摆腹的方向大一点，啊，幅度大一点，走走，来看看大家看看，哎，做得很好，步伐不要乱，看到没有？很好，变得很好，变向变得很好，连得很好啊，看到重心控制得很好 ，OK， 第二个，重心控制很好，脚步移动很好，很好，脚步不要乱，很好，很好，走，第三个。球走斜前方，对，很好，转身，不，身体移上去，身体跟上去，很好，很好，哎，对，很好，来下一个，步伐连上去，很好，注意动作做出来啊，哎，虽然是无对抗练习，但是也要逼真一点，走，下一个，很好，移动两边幅度大一点，向两侧的幅度大一点，很好，连上去，很好，连上去，很好，下一位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非常好，看这有几个同学做得很好啊，他们的球衔接得很好，步伐很灵活啊，步伐很灵活，带球其实就是一个步伐和重心的控制问题，一个步伐一个重心控制问题。好，下面我们做第二个练习啊，也是变向练习，大家看看我啊，看看我做示范啊，带球以后，脚底拖拉球，外侧拨球变向，大家看看啊，哎，带球，脚底拖拉变向，哎。左脚拖拉变向，右脚拖拉变向，左脚拖拉变向啊。先慢一点，第一次做的时候稍微慢一点，注意这个幅度，注意两个脚交替啊。对，很好，左脚交替，外脚背很好，交替很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下一个，注意，很好，拉很好，那对，走拖拉，对。走，下一个，很好，又好，走，拖拉，走，下一个，手不要背着后面，走，很好，拖拉，哎，拖拉，很好，下一个，走，拖拉，很好。身体压过去，哎，很好，好，没关系，继续，没关系，走，下一个，拖拉，很好，拖拉，很好，对，拖拉变，很好，再一个拖拉变，很好，好，我们每个同学再来一次啊，每个同学再来一次，走，扣球，对，转身，对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衔接好，这也是我们带球变向练习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啊。最重要的方法，走，就内外结合的，啊，里脚背和外脚背结合的变向，哎，对，里脚背和外脚背结合的变向练习，很好，来下一个，扣球转身，对，变向，里脚背变向，外脚背推波球，里脚背变向明显一点，很好，哎，这次做的比上次好啊，很好，这个同学做的很有进步啊，比上次做的好，对，清晰一点，动作清晰一点啊。动作清晰一点，变向清晰一点，哎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走，变向啊，变向明显一点，走，变向，很好，再变向，很好，再变向，很好，来，好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变向练习，对，变向，很好 ，OK， 再来一次，走，拖拉，拖深一点，很好，拖深一点，动作拖的幅度大一点。很好，非常好，拖深一点，很好。第二位，很好，拖深一点，别着急，慢一点，动作不要乱，拖拉，再来，没关系，继续，没关系，下一位，走，拖深一点，对，很好，拖外脚背，连上去，走，很好，继续，走，下一位。拖拉很好，衔接上，拖拉很好，
再来，拖拉很好，拖拉很好，走，下一位。哎，拖拉很好，对，拖拉很好，对，很好，拖球，拉球，拖球，拉球，哎，很好，来下一位，注意拖球，很好，非常好啊，拉球，注意脚步的移动，重心的移动，哎，步伐连上去，很好，连上去，很好。我们刚才有个同学做的，虽然不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做，但是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们说拖拉是用外脚背背，他用里脚背背也可以看啊。有些同学是这样变也可以，哎，拖拉以后用脚弓推过去也可以，哎，拖拉以后脚弓推过去也可以，啊，这是我们带球啊，没有定式，只要大家习惯，按照大家习惯来啊。但是主要的方法是这样，拖斜线变，往回拖斜线变，来再来最后一次，走，可以脚内侧也可以，也很好，非常好，脚内侧也可以。脚外侧也可以，对，很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也可以，脚内侧推过去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方法原理是一样的，很好，很好，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来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来下一位，OK，阿球，对对，衔接快一点，衔接快一点。好，OK，OK，下一位，很好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走，很好，走，很好，推波球，推拉球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看看这个转身也可以啊，这个转身也非常好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这样转身也行。好，同学们，我提示大家一条啊，来把球给我，只要是用脚底控制球的时候，一定是脚前掌。因为脚前掌是最灵活的，你要是用脚中间不灵活，所以我们有几个同学为什么带球很慢呢？就是脚底中间是不灵活的，只要你哎看到没有？哎，任何情况下是用脚前掌来控制球，这样是很灵活啊。最后一个练习就是假踢真扣，衔接外脚背，大家看看啊，一定要哎，我们这个动作是要离开这个桶啊，到桶外面去扣球。哎，大家看看啊，带球啊，哎。来扣球，拨球，哎，拨球，来扣，哎，拨球，哎，扣，拨，哎，扣，拨，啊！注意是衔接带球变向的，这边开始，一个跟一个，哎，对，连上去，扣，很好，扣扣，很好很好，非常好，变向，哎，里脚背扣，里脚背扣，用里脚背扣，很好，假踢的动作。很好，假踢的动作很好，很好很好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同学啊，来这个同学坐着试试。这个同学，大家看看他变向变得不够啊，他是球还是走的直线？我们是变向练习，一定要使球的方向有明显的变化，看看明显的变化。哎，来变向练习，哎，注意步伐移动，看看步伐移动，哎，步伐移动，哎，步伐移动。球不是走直线啊，来，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同学，注意明显的方向变化，对，移过来，重心转过去，OK，OK，看到，哎，步伐没控制好啊，我们刚才看了一下，有几个同学啊，大家看一看啊，有几个同学，哎，站在一排，有几个同学拖拉的不是很深啊，不是像这样转身的，带球的过程中，为了防止对方抢球，往回拖深一点，拖的过程中变向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带球过程中拖。变深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向回拖，变深一点。哎，向回拖，变深一点。哎，向回拖，拖球，拖拉球是防守队员很难伸脚够到你的球。哎，推出去以后，拖拉回来再变向。啊，好，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同学坐一坐啊。来，请这个同学出来。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他的动作啊，看看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啊。来，跟他这个假踢真扣。哎。继续，好，哎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带球动作哪些问题需要注意，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啊？转身都不会换，然后扣的时候，他没到标准位扣，在内扣，
扣球的部位呢？扣部位，有点不对。扣球的部位啊，它偏正脚背上面去了。对，偏正脚背上面，所以扣球不是很猛啊，走的路线不是很清楚啊。哎，扣球部位，哎，离脚背扣球了没有？哎，离脚背，离脚背，啊，好。